大家好，大家请坐。我们把上一堂课讲到的经文再跟各位啊念一次。足啊，就是无足一日，幻诸门人总来，无相如说。 世人生死事大，汝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迷，虎何可救？汝等各去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句来成无看。 若误大义，复如依华为第六代主，火急速去，不得迟滞。思量即不重用，见信之人，言下悉见。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 这是五祖召集门人对他们啊讲话，他最主要的目的要他的门人呢、啊，要去各自去看智慧，看看你们个人有没有少许的智慧。 那这个智慧当然就是要取自本心般若之性，那我们啊般若之性，我们前面也已经跟各位介绍过波若、啊、是。 三种般若，第一个是实相般若，第二个是观照般若，第三个是方便般若。那我们在这里来看一下，我们知道禅宗啊，他、呃、的这个。

的精神啊，都告诉我们了、啊。我们在学习六祖的《坛经》的，你要随时啊，知道它的宗旨啊，它的体用啊。所以说，在这里以无念为宗。 啊，各位同学要知道，这里讲的无念，并不是说啊，啊我们让你的这个啊心里头一念不生，那这个一念不生。 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我们讲的，弥那个弥勒菩萨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念一坛子就有三十二亿百千念。那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讲要无念？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要去执着在某一个念头，呃，比如说我想要去呃参加这个呃高等考试，希望能够进入呃公部门去服务。 但是，有的人一直考，一直考，也考不进去。那当然，他就是他心就有这个念头啊，所以他把这个心心念呢，是放在这个他要去参加高等考试这就是。 我们讲的有念，因为你执着在某一个念头上去，那你有的人念佛很精进，然后他也也想说，我我大概念到一心不乱了。那你想说，你念到一心不乱，那这也是有念。 你执着在你要念到一心不乱，那这就是你的念头，你特别执着在这一念上。那我们的这里讲的无念为宗，也就是说，要我们不要去执着这个念头。 我们都知道，三十二亿百千念，一坛子之间的这个这么无量无边的念头，这些念头是，嗯，一直是，啊，就一念出生，马上，啊又灭掉，然后又接着又另外一念出生，它是相续的。 它是看来像是无间断，但是它并不是一念一直持续，而而是啊，它的念头是一直相续状，这一念接着一念啊，当初出生啊，当初就没，我们是凡夫啊，没办法。 感觉到它的存在，只有八地菩萨以上才能够分辨出来这么多无量无边的念头。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禅宗是以无念为宗啊，并不是说没有念头，而是。 我们不去执着，不去执着这个念头。再来，它是以无相为体，体就是本体。那无相，无相当然它是没有形象的。我们都知道，自性本来。 清净自信本来啊，就是无一物，它是没有形象的。所以，我们自信的本体并没有形象，所以它是以无相啊为体。 再来，我们看它另外一个就是无助为本。无助，我们讲的无助生心，心无所住，无所住啊，也就是说，你不要去啊，把你的心住在一个念头。 这样，他会扰乱你的自信，所以我们禅宗是以这个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助为本。因此，今后我们在学习啊《六祖坛经》，没有一个地方会脱离。 这个啊，他主要的宗旨啊。那在这边，我们啊，当年达摩祖师啊，他曾经跟慧可啊，就是二祖啊，啊，跟他讲一句话，就是说：“我灭度以后。” 两百年，也就是说，呃，这个达摩祖师灭度以后，大概两百年的时间了、啊。啊，他这个一直不传，法州沙界，一直不传，就是啊、呃，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他把他的衣钵。 传给二祖，然后他就告诉他：“我们这个衣钵啊，在两百年以后，在我灭度两百年以后，就不再传下去了。就是他这个衣不再传了，那华州沙界。” 这个一不再传了，可以帮助啊，这个众众生啊，他不再去争取这个一一波啊，不会障碍他们弘扬啊啊这个禅宗法门的这个啊教化，所以他说。 化州杀戒，因为一个衣钵当然会抢着要抢着要就是因为这个是稀有的，由这个啊祖师传下来的。你一得到这个衣钵，当然就表示你有那个身份，你是代表。 祖师啊，你代表你是后代的这些祖师啊，所以他说两百年之后一直不传，而、啊、这个法州沙界，这就是他的一个预言呐、啊。因为高僧大德他们都能够预知将来的很多啊这个情况。 所以，啊，虽然是预言，但是我们都知道，他意思是这个禅宗传了六代以后，六代差不多是两百年，到这一代，啊，也可以说，是传到这个第六代。那当然，六六祖他就是第六代。 到六祖以后，这个衣钵就不再传了，而只传佛法。这是当年达摩祖师啊，他把祖师位置传给慧可大师，对他说的这个预言。那我们看看这个，在《传心法要》里面有这几句话。 也就是说，达摩祖师他来到中国以后，他做什么事啊？他是为说一心啊。为传一华。这个华就是要怎么样去证得这个一心的方法。 那要证得一心的方法，可以说这个法则啊，啊，以禅庄来讲，它是不可说之法，它讲是讲不出来，要你自己去实证，你自己去不去实证？ 那也没办法啊，领悟到这个啊一心呐、啊，这个法门。我们都知道，这一心就是我们的自信，自心的本性啊，我们的自信，所以禅宗法门，它是不立文字。 但传心印，这个我们在之后会遇到。哦，当当年吴竹来到这个啊，对黄要慧能大师半夜三更去见他，他只在地上用拐杖敲了三下。 那这个慧能就会其意、啊，就知道、啊、他要找他去啊，不让别人知道，但这是密，嗯、啊，可以说是呃、啊、以心传心了、啊。所以说啊，在佛法来说，说即无说，无说即说，那要看你。 能不能领会？看你能不能开悟啊！就是在看你自己啊。当年文殊菩萨要啊要请世尊，因为世尊要入内盘呐、啊，那很着急，那就是请问世尊啦、啊，能不能传一个什么法给他们呢、啊？ 给后世的啊，这个后世的弟子们。这时候，世尊就告诉文殊菩萨，他说：“啊，我一生啊，虽然讲了四十九年，但是我不传义法，你要我传法。” 那这就是有办办法的嫌疑了，因为这个法法门是本来就有的，不是他去创造的，所以本质具足啊，他。 不去创造，跟我们的老夫啊、老夫子啊、孔老夫子一样，他一生只是啊述而不作，他只是把古代先人的这些话来转述给大家知道而已，啊，没有一句话是他创作的，他是述而不作。 啊，跟这个世尊一样啊，他也没有讲过一句话，所以说说即无说，无说即说啊，我们要了解。所以，佛即不取之佛啊，什么叫做佛？佛，你也。 看不到，拿不到，火就是不起之火，火它本来无一物啊，因为它就是我们本源的清净心啊，就是火，火就是我们本源的清净心，所以。 佛即不取之佛，乃是本源清净心也。那这这句话就跟《金刚经》上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一个意思啊，就是你的心。 不住在啊，不住在一个啊某一个念头啊，所以应无所住啊。你不要把它啊、呃、执着，就是我们比喻啊，把镜子比喻做我们的自信。当然，我们都知道镜子它是。 还是有像的，它并不能真正来代表这个自信，但是它的功用倒是可以，我们可以借它来了解，就是方便的说法。也就是说，当镜子照见万物，它并不把这些万物落入镜子的印象里面。 他不注于心啊，如果说他把每一个万物都住在心，都记在脑海里面，那这个脑海需要很大很大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嗯嗯储藏室啊，那这个储藏室可以就跟尽虚空变化界一样大。 所以，这就是跟《金刚经》讲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啊”呐，它是一个意思，也是一样的一个境界。所以说，我们讲的啊，佛性，一切众生都具如来。 智慧德相，这就是佛性。所以说，这个佛性就是万法的实相，它也是众生的心性。所以，我们讲众生有佛性，万物有法性啊，这个性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讲，众生的就是佛性，那万法的实相啊，就是也是众生的心性，所以万法就是一切众生心性，就是实相，所以这就是佛性了、啊。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看开悟的人是怎么样。我们说他开悟了，开悟了。当然，我们都知道，能够开悟就表示他有无量的智慧啊。他啊，可以说他超越了生死的这个啊内盘，已经超越生死了。 那他不再轮回与生死，所以生死是凡夫，而涅盘是圣悟的人。圣悟就是说，他悟到圣者啊，他开悟了，他啊得到这个智慧啊。那开悟的人呢、啊，他是。 大用无方啊，也就是说，他的事离啊是不二的，事离啊没有分别，事就是离，离就是事啊，所以他才显出来，他是自在无碍的。所以说，大用无方，我们讲圣物的人，大用无方。 就是跟清凉大师啊，啊，在这个《华严经》所讲的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是一样的。那迷迷人啊，就是迷惑的人啊，他想要求得、求正啊，他想要啊求求得啊，什么？ 求得，想要求得一心不乱，想要求得啊，这个明心见性了啊,啊，就是迷惑的人就想要求得求证，而开悟的人实际上他是无德无求啊，他已经开悟了，他也没什么，哎，无所得啊。 也无所求啊，所以《般若心经》告诉我们这个无智亦无得啊，就是啊，观自在菩萨他开悟以后、嗯、告诉我们的。所以在这里，无无主大师啊，他是交代他的弟子们的、啊。 你各自去看看你的智慧啊，也就是要你去关照你自己，关照你的自心啊，那来把你自心般若之性啊，把它挖掘出来，把把你领悟到的啊这个般若之性。 把它讲出来、啊，所以我们前面所说的三种般若，它是圆常大觉啊。这个啊，圆常啊，圆是圆满，常是啊常住的，它不会改变的。这个大智大觉啊，那。 你们做一个一首记来给我看。你的记，我就可以看得出你们有没有开悟啊。你开悟了，我自然会把这个依法会传给你，我会复如依法，为第六代祖啊。我们知道禅宗里面所谓内传法印。 这就是以心来印心、啊、来知道你的心，你开悟的程度，这样就可以了解啊。那外面来讲，它就是外护袈裟，以定宗旨啊，它就是把这个祖师。 所传下来的衣钵，我可以啊传给你。所以在这里，六祖以前就是有传这个衣钵啊，内传法印啊。所以刚刚讲五祖啊，要慧能在半夜三更去见他，他就是要内传法印。 要把这个，啊，有关这个禅宗之法传授给他。那等到这个六祖他开悟了，他道出了何其自信啊，本自清净；何其自信啊，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不动摇。 何其自信，本不生灭。然后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就是五祖给他开示《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所以这时他开悟了，就讲了这几句话。 所以禅宗是内传法印，外护袈裟，以定宗旨。所以啊，在这里，五祖告诉大家，你们火急速去啊，不得迟滞啊。也就是要你们赶快去，把你的心呐、啊。 啊，把它找出来，把它写出来，写出一个字来。但是他这里讲说，思量极不重用啊。他说：“你这个见智本心啊，你去用再多的思考也没有用啊。如果你真正是见性之人啊。” 言下希见啊，也就是啊，你一说你就见到了。所以若如此者，轮刀上阵亦得见之啊。也就即使说你是拿着刀枪在打仗，你还是一样可以见见到你的自信本心了、啊。 这个不需要去思量了、啊。那这一段就是啊，五啊，告诉他的门人，要他们写记啊，来看看他们有没有明心见性啊。 那这一段呢？下面这一段是告诉我们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他五祖的弟弟子之中有一个叫神秀的啊大弟子，他其实他也是教授师啊，在啊。 在黄梅这个五祖的这个啊道场啊，他可以说做第二把交椅了。他是在五祖之下的最高的啊，可以说他是教授师啊。那在这一段就是讲神秀大师啊，他来应试，也就是他交卷了、啊。 所以在这里，众德处分啊，退而地相谓曰啊，我等众人啊，不须诚心用意作计，将成和尚，有何所益啊？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啊，必是他得、啊。 我辈慢作计算，枉用心力、啊、那诸人闻语总之、啊，总这喜心了。贤我等以后依止秀师、啊、何烦作计啊？神秀师为啊，人不曾记者，唯我与他为。 教授师啊，我须作计将成和尚，若不成计，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见者深浅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啊，就告诉我们，就是他种弟子啊，听了以后。 听了五祖这番话，啊，就互相的，啊，互相说来说去啊，啊，就是地相谓约啊，就是我们我们是不需要这个啊，花这个心来啊来做计啊。 因为我们大概都没有办法拿到，而这个神秀上座啊，是我们的教授师啊，一定他会拿到的，所以我们做记也是挽回心力啊。所以众所有众弟子们听到这个话，大家都把心啊。 习了，就是没有把这个心开始放在心上了，大家就就等着这个神秀了。那神秀就想说，大家都不成这个计啊，不去写这个计是因为他们看我是这个教授师啊，我是他们的。 教授是就他们的老师啊，所以我必须做记来给和尚看。我如果不把这个记交给啊这个五祖啊，那这个和尚怎么会知道我这个心中啊嗯见解的深浅呢、啊？ 就看我到底有没有开悟啊？那刚好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啊，来验啊验证一下他的啊这个开悟程度。然后他说：“我曾记忆，求法极善，密祖极恶，却同凡心。” 夺其圣位，西北大难，大难啊！啊，就是神秀在这边，他也想说，我如果是要求啊，求无主来验证他的啊，等于是他的功功力啊，啊，他的这个见解的深浅啊。 是好的、啊。那如果说我的心就是要觅主，就是要求得这个主位啊，那就是恶的。就跟还心呐、啊，想要夺其圣位啊，就没什么差别了、啊。真的是大难大难啊，很难很难啊。 那我们看看五祖这边，他的堂前有布郎三间呐、啊，灵寝供奉卢真啊，也就是五祖他在这个啊他的讲堂的前面有有布郎啊走廊有三间的走廊。 他本来吴祖本来是想请一个供奉，供奉是一个官呐、啊，啊、呃，他的他的名字叫做卢真了、啊，那吴祖特地请他，啊、呃，他的专长他是一个画家，呃、他画的很好，吴祖请他来在这个啊、呃、长廊。 墙壁上来画《楞伽经》变相图，也可以说是当年世尊在讲这个《楞伽经》的过程。我们都知道，世尊当年讲这个《楞伽经》呢、啊，他就是在。 斯里兰卡讲的，所以他讲的地方，他们称为楞茄山了。我们在斯里兰卡的金色一望出去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他请这个卢供凤要来画这个楞茄金的变相图，以及。 五祖的血脉图流传供养。他这里讲的五祖，就是从达摩以来啊，不是讲只有他五祖，他是讲五祖以来，就是达摩祖师啊，然后二二代祖的慧可大师啊，三代祖的生产大师啊。 四代祖的啊道信大师啊，那当然五代就是他弘忍大师啊，他要把这个这五代啊所有的这些血脉图啊，这、就是他们弘法的这些经过，都把它画出来，以便流传给后世的人来啊。 来了解，所以他是要供养给后世的人。神秀作记成语啊，就是神秀他把这个记，他要呈呈给五祖和尚的记，写好了，但是速度欲成，行至堂前，心中恍惚，遍体汗流。 능成不得啊所以在这里啊神秀虽然写好了字要给和尚给无主和尚看但是有几次啊他啊可以说欲成还休啊他就退缩了他不敢直接啊 好几次都没有啊，成给和尚啊。他每次到了堂前，就是心中恍惚啊，也就是他的心拿不定主意了啊，然后他遍体汗流，拧成不得啊。所以他都没办法成给无主。 然后前后经四日啊，一十三度，成计不得。你看他用了四天的时间啊，他想要把这个计乘给五主，大概有十三次之多，每次都啊要乘上去又退回来，所以啊，这个秀乃思维啊，他就想了。 看有没有其他的法子可以来成这个计啊，他就想到说，不如啊，向廊下书着，就是他倒不如把他的计写在这个啊这个廊上，就是走廊上堂前的走廊、啊，把它写在上面，从他和尚看见，当然。 他把字写在墙上，五主和尚也会看到。忽若道好，即出礼拜。云是秀作啊。如果说这这首字，哎，五祖说很好很好，大家也都说很好，那这样子，他就可以出来礼拜五主啊。就是说，就是。 啊，他所做的神秀，他所做的，弱到不堪了、啊。如果说啊这一首诗写的不像话，不入流啊，往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啊？如果他写都写不出来，就是冤枉了他，在这山中。 数年，当这个教授师啊，受人礼拜、啊，难道更修何道、啊？那我还在修什么这个啊？这个佛道呢？所以四夜三经不死人知啊，自执灯啊，自己拿着灯笼啊，书记于南朗必坚。诚心。 所见了、啊，所以他把这个他的记啊，就写在啊这个碧廊上面。那他这一这一句记啊，就是记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务实者。 纯爱。我们先把开始的字、嗯，就先这一堂课讲到这里。下一堂课继续再跟各位介绍。谢谢各位同学。